有，这里边都是养鸽子的奖杯，这边啊，啊，那得看一看。不是，这是很少一部分。这有一个，你可以照这个前十名，全是我自己名字也是王京生，对，王哥，北京生的，对，是吧？名字好记，最起码得有几百个。我现在就搁在这儿这几个，就是明白了，哦，专门绕的啊，每只都有，哎呦，都不一样，太漂亮了，鸽子。就是这鸽子的血统书啊，这都是，你看这血统，你没见过这鸽子的血统，哦，您这都有资料的都有啊，每只鸽子，一只鸽子一个这个，一个照片儿，一只鸽子一把，最低一把是吧？你看，哦，都有那证书哈、都有证书，这是他的户口卡，这个户口卡这上面就写着他爸是谁，他爷爷是谁，他奶奶是谁，寻源，李寻源，对，就是比派出所那户口还全呢，这叫族谱，族谱，最起码得查出他四代来，还行呢，啊，是吗？嗯，嘿，你看，血统书，对，都眼睛每张独立照片，你看都有，这都是外文，你看说这全是血统，这都是血统书，我这鸽子这是从外国来的，所以就是从国外买的，人家的那个有那个档案。对对对，都能查，哦，明白了。哪年他多大岁数，这不是写着呢吗？哦，01年的。那这些外文您还得认识啊？我不认识，有翻译，有翻译是他们专吧？门给翻译好了。哦，但是我们基本上我们都是看号，一看号一你就看知号道就知了。道是谁的了，明白了，明老看都背下来了。白了，就这只鸽子，我花了120万买的这个。这只鸽子，你看它飞了多少个冠军？汉武大帝啊，7个冠军。120万，我当时买的，这是哪国的呀？这是那个捷克的，捷克的啊。但是它是那个奥林匹克，就是世界杯飞了个冠军，买回来的。哦，明白了。大家好，我是紫禁城下的胡同。今天咱们继续与改革开放40年京城传奇人物王京生王哥的访谈节目。王哥从绣锤起家，做服装，做古董，一直到今天玩鸽子，都是风生水起。今天咱们主要听一下王哥是怎么样玩鸽子的，目前应该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一开始小的时候就那么心气那么高了，因为做生意一忙就没工夫了，后期就没时间了。你想每天忙到2、3点钟、3、4点钟才回家，睡一觉起来以后又接着忙，就不养了。后来2000年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在长春后的麦子店，我们那个有一厂房在那儿租的那个厂房在那儿，我也是开车无形走的时候走到长春饭店那儿，我看那儿写着拍卖鸽子，哦。是拍卖鸽子。就进去了，一看那时候就是格玛丽的、瓦特的，就在那儿拍卖的。我就在那儿看，有那玩意儿在那儿拍，4万、5万一只，拍的挺过瘾。我也都拿起一拍来举，买了10多只，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养，还按着以前的那种养法。那时候厂房那有地儿，弄一大笼子，孵小鸽子，还按着以前那种养法。飞了1年，没飞得不好，但是都能回来，人家鸽子品种好，对，飞得不好。后来人就告诉我说，这种鸽子，说你不能这么养，你输了嘛，你虽然回来了没有成绩，你就感觉心里不舒服，花了好几十万买的鸽子，回来以后飞得不怎么样，就请教，请教什么？比咱岁数大的养鸽子明白的，玩信鸽的，就跟他们聊，人家告诉我怎么养怎么养，配对怎么配，转过年的就使飞的能回来飞得不好的那些鸽子当种鸽，跟他父母配，这样的话呢。又出了小哥，就等于是孙大哥了。孙大哥就是03年嘛，03年的02年，02年就飞，02年就飞，没飞冠军，但是飞成绩就是前100名，就10几只、20几只的进。到了03年，就是孙大哥的孙大了，等于有纯孙大了，出了鸽子，我们又放。这回03年的时候就收拾不了了，全北京市你上哪儿打比赛都是冠军。您的啊，那时候就会养了。哦，明白了。哦。知道怎么养了，而且鸽子也都比较成熟了。对对对，养了3年了也。北京市组织比赛也飞得冠军。朝阳区域的、东城的、西城的、海淀，哪儿打比赛？哪儿打比赛的都有冠军。哦，各俱乐部啊都有。就是那个时候一上了瘾了，就觉得地方不够使了。正好呢，又家具什么也，古董也没地儿搁。那麦子店那边就是公园，那个长公园不修理嘛。对。我们就干脆再找个地儿吧，啊，就买在这儿。当时我们一心想，因为那时候还有服装厂，请各地方的人去消费，我们干脆不如在这儿盖一度假村，
哦，起因是在这想盖度假村，买了这块地。哦，来了以后呢，一想得了，后边养鸽子，嗯，咱们打比赛跟这儿能看。对，盖一圆的，就这么着盖一圆的。后来又来了朋友说，你自己在这玩，你把那往这加长点，你不就开一工棚了吗？嗯，组织比赛多好。对对对，一想也行啊，就这么着，我们就开始组织比赛。哦，所以这一弄比赛，这外国人一来，我们干脆索性的外国人来住哪儿啊？对，开始盖那边去。我们旁边有一五星级酒店，哦，我们第一年的时候就让他们都住那儿了。嗯，后来呢，外国人来了以后，在这儿看比赛，觉得这儿好，他们喜欢这种没错土香的东西。没错，而且外国人你看吧，他特别不愿意在屋里待着，永远在外头坐着。对，就不知道为什么，他没事他就外头坐着。嗯，挺冷的天啊，他就在外头喝着啤酒。没错。咱理解不了，不是，这就是习惯不同嘛，习惯不同。嗯，大冷天的，就这天，他肯定在外头。没错，他宁愿在外头，他不愿在屋里。不在屋里待着。嗯，你像到这儿来了，弄一杯咖啡，嗯，是吧？嗯，要不就弄一瓶啤酒，嗯，就行了。就行，要求不高。啊，他要求不高。嗯，他能就这一瓶啤酒或者一杯咖啡，他能在外头坐半天，嗯，就一动不动就在那儿坐着。嗯，这就是不同文化不同，嗯，而且人家一个是文化不同，一个是人家需求也不一样。对，他坐这儿，他觉得在这儿能坐着待着就是一种享受。对，咱们就觉得坐不住。嗯，享受自然嘛，人家是大自然。你看他们来了，就是现在老外来了，他也愿意在院里。那上周我这儿来了两个德国人，嗯，他也不在屋里坐，他不在屋待着，我们都在屋喝茶，嗯，他茶他不喝，不喝咖啡。就是叫咖啡 ，picker，嗯，对，哎，就行了，就一瓶啤酒，哎，坐半天，没问题。俩老外也不说话啊，他俩就跟这坐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人坐着，哎呦，我说真棒，咱理解不了。像咱们，你看有说有笑吧，聊天不管，他们不愿意啊，不管你是在那吹牛呢，还是讲故事，还是随便侃呢，啊，他不是俩人坐着，这啤酒跟这儿，我看这半天。也喝完了啊，嗯，人就跟那儿坐着，也不说话。玩鸽子的都知道你啊，差不多，应该是。这应该是在信鸽协会的老大，这是。全国呢养鸽子的，就是现在年轻的可能少一点，因为年轻的玩鸽子，他玩不了我们这水平，玩不了我们这个经济实力的。对，我后来没这么多钱。我后来就是会员制了。会员制呢，就是刚才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这鸽子那时候就收30000块钱一只，参赛费。就是你送我这一只鸽子，你还得给我30000块钱。为什么呀？因为我要组织比赛，我将来拿你的30000块钱也发奖金。哦，明白。也发奖金。好，哦。但是呢，你想入我这会，你得够级别，就30万以上，就是10只鸽子的钱，就是30万嘛。哦，你才能说白了，您才能进我这门。哦。你那个不够档次的，你我也不带你玩，你也别进来。哦。我也不需要你来。对。你来干嘛来？然后有的人家就交了，比如30万的，交40万，交50万的。交60万的，我跟你说了吗？你交100万的，你就可以住我的总统套了。哦，而且你一来了的话，一年的话，你就像外国人来了，一般就是在这待2个晚上。哦，我基本就让他们就住这儿了。吃饭的话，五星级酒店。哦，就是吃完了，愿意住五星级酒店，我也给你开。哦，你愿意住这儿的也行。哦，他们基本上，你别看他们不是说非得上酒店里享受，他就愿意坐这院里头看这鸽子玩，他高兴啊，哦，他觉得这个环境。他喜欢这个，所以我就把这个院里的环境都弄得挺好。全国最大的比赛，就是中国目前为止最大的比赛，就是奥林匹克，就是我这个冠名这个。我用了3年，我是2009年，完了那个2010年、2011年，我组织了3届，也是咱们全国最大的比赛了。哦，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没有的哈。我们去申请比赛，哦，从比利时国际鸽联我们申请下来的，这是国际上的，国际上的啊。在中国举办，就是我给举办。明白了，就是您办的，嗯，是吧？就跟咱们踢奥林匹克，咱们踢世界杯似的啊。世界杯，对。谁组织谁举办？申办国嘛。申办国，对，啊，中国。哦，啊，就比如说，就在我这儿。哦，明白了。您说的这个都是比较专业的啊。您为什么这个赛怎么赛？比如说还有老外来，还有什么来？那最后这个赛是怎么是大家同时起飞？是这样啊。现在是春天，刚才说了，春天都是孵小鸽子的季节。嗯。就这个时候呢，你们都有小鸽子，都刚会学会吃食，这鸽子，嗯，就送到我这儿了。送到我这儿，我给你养到10月份，我统一拉出去，5公里、10公里、20公里、30公里、50公里，拉到100公里，都训好了，一天一天的，每天飞，训好了，从明天开始比赛了，我就拉到300公里，咵飞一趟，谁是冠军？
评出来了。完了下周我就飞400公里啊，又飞又拉出去400公里又飞。说白了就是我这就是一个幼儿园，刚会吃食就送过来了，我给他培养成才了。在训练训练。大学毕业了回家了。比完赛了没事了就毕业了，所谓的都毕业证也都发，一人发一毕业证，你们可以取回去了、哦、不愿意取回去就在这拍卖了，就给你们都把鸽子都卖掉了、哦、这鸽子到真正到比赛的时候飞的时候起来以后它不是往高处飞，它就擦着房檐擦着地皮飞、哦、很低，超低空、哦、超低空呢它减少阻力。对对，你看你就在高速上有时候开车你能看见前面有几只鸽子就擦着那个高速公路、哦、你像那个玉米地啊，就在玉米地尖上啊，尖上我看是。你像咱们这儿有树，就在树尖上。嗯，有一人房过去了，他又下来了，就这么飞。哦，我亲眼目睹，就在那个，你知道那个到秋天以后有那葡萄，种葡萄，种葡萄都是洋灰庄拉的铁丝。对对对，这鸽子超低空飞的时候呢，就老远，因为没有葡萄，葡萄都埋起来了，就光剩下那个铁丝，铁丝了，还有拉的那个洋灰庄，壮。这鸽子呢，就我眼瞅着，砰。就鸽子一群鸽子过来，砰砰砰几个白毛，老远看的嘛，等你过去一看那鸽子都是两半，就是它撞的同时那铁丝就给它劈开了、哎、跟刀一样，就是它的速度很快，一个铁丝就是能给它劈开，你想得多大多快的速度、嗯、要是最快的话每分钟的话是1600米1500米的速度、哦、而且它鸽子飞的时候你就是前前后后跑，前面那鸽子挡着他后边他跟着跑了吗，看不见，前面那鸽子突然发现铁丝了，他一起来了，这个刹车来不及了，就跟他开车一样直接就撞上了，追着尾了，不是啊，是啊，这车前头躲开了，后边你刹车来不住，来不及了，您在前面我们在后头跟着您跑呢，嗯，前面一块有一块咱就举着有一板砖，嗯，您扒一百把过去了，我后边来不及，来不及，因为我不像您是您最起码是提前发现，对，所以后边这个肯定就直接就撞了，哦，压过去，按咱们说就压过去了，啊，他们都低空飞哈，全是低空，啊、哦，不是高空飞。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王哥的访谈节目，请给我留言。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